看起来好年轻，像28，就不能再说少一点吗？哎，放点什么歌听吧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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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放个老专辑，什么时候录团综啊？应该下个月吧，应该啊，反正也要看大家的时间跟招商的这个情况。哈哈。嘿，韭菜。对啊，我就刚刚跳完刘畊宏，做完刘畊宏南海，全程跟下来一个半小时，哇，非常的爽。但没来得及洗澡就来直播了，我是觉得就跳完之后觉得自己气色特别好，你知道吗？就来跟大家聊聊天。等我们爆红，哎，没关系了，就是时不时的偶尔翻回来一下，让大家看到我们还在就好了。爆红未必是件好事，对不对？心态要平，又不是没有爆红过。没有没有，开玩笑。是的，对，讲实话嘛，我觉得大家为什么会喜欢我们几个老家伙的表现，也是因为我们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包袱，挺真实的。对。但是我这边我还挺感慨的，因为我看到也有大家就是说，就是有一些让我很感慨的话哦，说原来这个张远就是那个快男的张远，也是那个智商励合唱着棉花糖的张远，也是创造营小叔叔的张远，唱侥幸者的张远，也是唱嘉宾的张远，然后同时也是这个蘑菇的张远。我发现哦，我这么多年其实身份还蛮多的，但是每一个都没有让大家就是特别牢固的记住我的名字。我觉得可能跟我名字比较好记，但是呢又很相对来说就是比较，其实我这个名字叫的也挺少的，是不是过于简单了？哎，但是我其实也无所谓这件事情。有时候就是不被大家记得，有时候也是一件好事，就是你可以有不凡的作品，但是你可以有平凡的权利，我觉得蛮舒服的。所以大家也不要就是说，就是非让我什么啊的一定要翻红，没关系，只要有舞台就好了。确实舞台挺少的，但是我这不就来了嘛，是不是？对，一张远途就是我相对来说比较沉寂的时候，然后，就是在广场上搜自己的名字嘛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，就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梗？就那时候在比较沉寂的时候，就会我搜张远两个字，你知道吗？就会出现什么一张远图，一张远景，这张远看好帅，李易峰这张远看好帅，九张远远不够，哈哈哈。对，棉花糖喜欢你。棉花糖时期的我喜欢我的吗？那个时候就是怎么会喜欢呢？我也不懂啊。反正越考古越不明白大家当初为什么还有人喜欢我。但我也觉得越考古越觉得哇，2007年我长那个样子都能进全国前13，到底有多大的实力啊？张巨协团综什么时候拍？月中吧，应该。但愿，就现在大家也在准备，但是也要看很多的因素啊。电视要回来，你说苏醒那个吗？依然没有，3年多了，不要给我这个盖头，好不好？哦，忘了，哎呦，忘了关礼物了。
大家不要刷礼物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就跟大家好好聊天。嗯，送壶怎么样？我干洗店已经送过去了，他洗好我就送给他，好不好？对，有些说的重点就是我是王月星，天哪，谢谢王月星送的大飞机，王月星大飞机，王月星大飞机，对，我现在跟王月星在一个城市，但是感情不怎么样，所以我们没有见面，没有没有，主要是因为这个刚从北京过来嘛，就是我们要这个尊重我们的政策，对不对？然后要相对的先隔离个一两天，对，一般来说要三天吧，看情况，也是为了要保证我们接下来节目的录制啊，节目录制了，然后那个就是录制的比较顺利嘛，所以就是这次很多个歌手艺人要录制，所以就是要保证节目的完整，不要给节目组添麻烦啊，万一就是真的有什么事啊，呸，应该没有，对吧？就会影响到大家录制的这个进程，所以还是就是好好的待在酒店，但是我跟王月星应该是一起会去长沙录那个我们的你好星期六，是吧？网上反正已经爆出来了，所以我也不隐瞒了，是的，给榜一大哥点点关注，榜一大哥，谢谢我们的王月星，来给大家给我们的榜一大哥王月星点点关注啊，嗨嗨嗨嗨。我俩连麦啊，王月星应该他如果在榜一的话，应该不是在就是直播，对，我就跟大家聊聊天好了，说这么简单。一二三四 five six seven eight， 爱没有什么不对，快替我面对。什么？你好，星期六苏醒选择谁？你在铺垫啥呢？我手机有没有发烫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感觉微微在发热。绿色羽绒服啥牌子？你可以去查，好像那款羽绒服已经卖脱销了，最近相亲了吗？哪有时间相亲？是吧？好好工作。今晚会连线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随意的跟大家聊两句。已经准备把我遗弃，像一个伤兵被留在孤独旷野里。开始怀疑我存在有没有意义，在别人眼里，我似乎变成了隐形。难道失败就永远翻不了山？谁来挽救坠落的灵魂？每次一见到你，心里好平静，就像一只蝴蝶飞过废墟。看你这个婚庆歌手，我就不能唱点别的吗？想听远哥说万事顺意，好，大家万事顺意，一切顺利。老师头发乌黑亮丽，你才四十多岁了，对。对，然后
醒了，关我什么事？哎，我在想了一下，哎，什么？哎呦，谢谢爱的守护，能不能换个发型？我为什么？哎，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换发型了，好不好？我为什么非得要换发型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不换发型是因为别的发型不合适？弹幕长脸上了是吧？就是这样，就是弹幕长脸上了是吧？你高一点，哎，嗨嗨嗨！对，要注意，嗯，嗓子这两天好好的保养嗓子，还是要有舞台好好唱歌呢。嗯，头发太少，对，压力大嘛，对，等我就是好好的啊，好好的工作，担心的事情少了，我的头发就长回来了。现在才 get 到你的眼，以前确实也没什么应该 get 到我的眼的点，哈哈。到天，曾与天与。啊，我不是江苏人，我是安徽人啊，我在南京上的大学，对，我是南京财经大学毕业的。不要再提那张照片了，可以吗？好吗？对，安徽凤阳仔，安徽哪里的？我是安徽凤阳人啊。凤阳花鼓大家听过吗？朱元璋听过吗？对，我当时是快乐男生南京赛区的、啊、最出名的婚庆歌手，呵呵。称兄道弟，哎呦，还有人知道这首歌呢，那么不红都有人知道。哎，有人知道这是陶喆的蝴蝶啊，还是有啊，老年人在了啊，可以唱今天发那首歌。我今天发了什么歌？你认错人了吧？可以饭了吗？没有，晚上不可以饭，晚上跳草，跳刘畊宏。配唱嘉宾嘛，最近在保养嗓子，尽量少唱吧，嘉宾太费精神跟嗓子、嗯、对，大家可以去我的抖音的Moonlight 是吧， Moonlight 不是今天发的，就是今天我发的抖音上面， Moonlight 是那个就是之前苏醒写的一首歌，然后有一次我那时候刚开始 solo 做歌手，就是刚就是从组合出来，然后自己出歌的时候，就是就问，就在收歌嘛，然后他就问我，哎，你这首歌喜不喜欢？他就哼了一下给我，我说那就给我吧，哎，我说挺好听的，他说嗯 ，just take it， 就给我了，对，是他少有的鲜有的特别甜的一首歌，可能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不适合那么甜了，所以就给我了。天使出现在梦境里，穿着碎花裙，你的笑让我一见钟情、我们还有没有节目？我们会尽量的促成我们的节目的，好吧？大家的就是诉求跟大家的想法啊，然后大家的一些希望我们做到的事情，我们都看到了，然后也在努力的再去想办法促成啊。
所以大家期待就好了，我们都在准备哈。对，本来嗓子肯定是要干大事儿啊，对，后面有很多唱歌的事情，对，所以肯定是要啊哈。哎，为什么就很多人说我长得像他初恋呢？就大家初恋都是长得不是很好看，然后眼睛小小的那个样子，对吧？就是这意思吗？就是很邻家，邻家的小眼睛男生。我的 baby。因为朴素，对，我长得就可能是比较朴素，就不出众呗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就是不出众的小眼睛邻家男生，这种感觉是吧？人畜无害。没有攻击性是吗？我也没什么，哎啊，大家就尽量不要就是送礼物啊，谢谢啊。不回你信息啊，我没有交流方式吗？最近被我的声音吸引了，谢谢。希望你记住我的声音，虽然说我也经常的变化我的声音，但谢谢你喜欢我的声音。对，忘记我这张脸啊，不忘记我这张朴素的脸，哎嗨。对，小眼睛可爱，就一般人长得就一般，就是说可爱嘛，对吧？哈哈。这样的直播可以多来一点，可以啊。国庆歌手你好，你说错了吧？这是婚庆歌手，我不是一般人，对，我是二班的，在高中的时候是二班的，然后大学也是二班的，042班。哎呦，有人打出了2081026，对，那是职场离合的生日出道日。看创造营被吸粉了，你最近是又去考古了吗？背景音乐什么歌？这首歌你都不知道吗 ？Melody 啊，我们的陶吉吉、陶喆的非常出名的一首歌。最近改到了咬耳朵，天哪！好想和你咬耳朵，一人咬一口苹果。我遇见什么快乐、难过，只想和你说。这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，我就不连了，我就不说。不就不唱了，太毁嗓子。最近你让我太上头，怎么了？看什么上头了？蘑菇屋吗？喜欢搞笑男是吗？别人的故事，对，是的。看来还是有很多智商励合的智天使。我最近不是有点红吧，我最近可能是就是被考古吧，就有点黑。哎呀，真的是好多名场面被扒了出来，真的社死，真的。然后大家都被扒了，你知道吗？笑死。哎，真的以后
后真的要谨言慎行，不然小时候的很多事情不堪回首的心都会扒出来。哎，本来想靠实力的，居然靠搞笑，你看看，哎。我哭了，我又哭了，我真的哭了，真的，我那时候真的哭了，只是哭完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上台的时候我已经哭完了，你懂吗？加上眼睛少，也流不出多少，流不住多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下得很快，然后就没了啊。然后那时候我也很激动，我真的就是激动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。就非常激动，我上台我也不知道干了什么，说了什么，我不知道，好不好？我什么都不记得，请大家不要再帮我回忆了。真的哭了，我是之前哭的，哎，他们还在比赛，你知道，比赛的时候那么唱，然后那么的卖力，然后那么的努力，那么的优秀，我就很感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只剩最后一个进十三的名额了，你知道吗？最后一个了，所以大家都。非常的就是很完美，然后很厉害，所以我就是被感动哭了。对，没有人在乎，没有人在乎。对，当时我们那个我们十三的时候，我们的巡演人非常多，嗯。就如果不在体育场里的话，就真的可能就是四五万以上都会有。嗯，体育场有时候限制，当时就是我们当时每到一个地方都还，就回忆起来那个时候就哇，刚比赛完，嗯，就开始开那么大的演唱会，就觉得我们何德何能呢？就觉得就不敢想象，对，那时候觉得自己是个草根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，对，然后每个人就是普通人，一下子几个月就带了那么多人就来看我们演唱会，觉得很珍惜，对，所以现在都非常感恩我们很多就是一直支持我们的人。月亮在天上，看人们聚散无常，一个人在街上游荡，爱恨心里一脸茫茫。今年能有 live house 吗？本来是计划好了的呀，对，到时候就看，谢谢，然后就看我们的这个，看我们的这个当时的大家的情况，好不好？只要可以有，那我们就一定会有，好不好？嗯。下个月有综艺吗？应该有吧，你可以关注一下。对，还是有一些，好吧？什么高光时刻？我没画饼，好不好？饼本来就在那儿，是真实的饼。就是这饼什么时候能吃到而已，好不好？真的是。去某大牌节目，那不是说我能不能去的，好不好？那是看人家要不要我。我们大部分都是被选择的，除非你特别的就被需要，然后才会就是有选择权。这饼我预吃了，放心吃，一定有，好不好？
怎么不穿羽绒服了？这个天了，好吧，就是确实还是，就如果还那样的话，就啊，但确实我一直穿羽绒服，为什么？就是我父母就一直教我，就是一定要就是春要捂，你知道吗？就不要觉得春天就完全热了，就衣服打开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就是春天也要让自己热一点。春天是他最爱的季节，当微风随意吹乱他的头发，他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，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。还有15分钟才午休，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，安定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幸福，忘不了他在心里走过的梦。他今年农历3月6号刚满22，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，看看这世界，却发现许多烦恼要面对。哦耶耶耶耶耶，他常会想我能回到那年，他12，只需要好好上学生活，但却没有愁，他就像一朵蓓蕾，满怀希望。哎，这是我最喜欢陶喆的一首歌。就我本来想当年07就是淘汰的话，我唱这首歌，因为那时候22岁。哈哈。哎，突然被他拉回来，还挺回忆啥的。对，好嘞，没什么，就跟大家聊聊天啊。我突然觉得自己嗓子还是不太行啊，刚刚唱了一下，还是尽量少走路啊，不是少走一走路，尽量少说话，然后多喝水吧。对。喝了4瓶水了，好吧，那就不聊了呗，有时间咱们抽空逮空再聊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多关注我最近抖音发的视频，然后好多都是安利我们兄弟啊，包括这自己之前的歌。就是也是想在最近就是有一些关注的时候，让大家多关注一下，试试听一听我们很努力的音乐作品，好不好？最近也会陆续的更新啊一些演唱的视频。好，大家多多关注，好吧。晚安，我去洗澡咯。晚安， good nigh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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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 night.